情的哦，跟那个小燕不一定是安怎啦，适合无？啊，那有适合无？我着叫阮情的啊，甲加油一下啊！庆姑啊，喂，您用心讲啦，恁情啊甲 Amy 是靠缘啦。哦，那个讲小燕的背离跟情的无关系。我也是感觉 Amy 有较好啦。啊，因两个都有缘意咧，甲 A 啊吼啊，一定会做伙啦。啊，你哩就宣传恁好啦。感谢小燕的做伙。哇，这辈子下嫁就是安尼，我是坦白讲啦，娘。就是讲。竟然不是敢那艾米因家的人反对嘞，啊！即摆连艾米嘛无爱插阮情的嘞，安尼过落去哦，是要让我多做伙啦。这是个误会啦，慢慢啊，自然就会解开啊。啊是啦，讲误会哦，我上气一个人啊。像，顶别气啊，像，啊！哎，为着咱金大亨的代志哦，定来吵来找阮情的啦。唔知演技演面遐尼误会，啊！啊，即摆愈误说愈未输煞啦。安怎啦？无啦。小弟啊，啊，这位是？哦，哎，伊都安徽情那句啦。像啊，就是你拄则讲的金大亨伊妈妈。哦，就是伊哦。哦，拄只你啊，只提提嘟嘟哦，啊！啊，伫个面头前，我安那叫伊妈啦？家己的心不要无管好好些，定来找我找情的，安尼高高低低，搭定袂散。是嘞。嗯啊，安怎？啊，刚才一句起来就真拄散？你敢知影讲，恁来共阮情的安惹偌济麻烦无？啊？唔是这，唔是讲，敢讲影响着情的甲野面的这个感情呢？啊？连阮厝内的恁哦，为着穿的这个婚事哦，骂你啊你，凶啊个大细声啦！辛苦啊，你莫阁怪伊啊，伊嘛为了恁后生，但这个烦恼未煞。子不教，父之过啦。今仔后生的做安尼，拢是父母的责任哦。啊，即个烦恼哪块做？叫因后生较勇敢的，大波囝敢做敢担当，面对法律的制裁哦，唔通真敢想爱有诶无诶。啊！安尼老是会行骗去啦，你知毋？好啦，兄弟，我甲徐烈我先走。顺行顺行。我是感觉伊讲得不了道理。我知啦。兄弟啊，我拄啊搁叫一个超市，麻烦你倒看麦。李总，我之前嘛甲伊斗三工真多啊，若毋是有困难，我嘛无可能向伊开这嘴。我，好，我知影，嘛敢会当安尼啊？关系以后，一切拢变甲真困难，所以你着三番两次去找安徽清斗三工。妈，你哪会知影？敢是大凤甲你讲？我是拄着安徽清那句吼，我才知影讲你为着大凤。不是爱轻声细碎去因家共孤情，我看你为台湾付出遮济，我真正足感动。为着大风，我已经无回头路啊！所以只要有任何办法会当帮助大风渡过一关，安全委屈，我有感觉。
我就是发现把这波帮成一，我就把今天是遭打波了。大王啊，既然都已经无退路啊，你归去就勇敢站出来面对事实。妈，你慢慢点提到我来呢。你嘛知影我认为我是只等一摆过。刚讲你爱我真多，你来这点一世人啊？既然你信心改过，都有可能会晓减轻你的刑责，安尼你就有机会当出来重新做人啊。妈，就算有机会，按古我嘛是要排二三十年刑责的。这么长的日子我记载袂掉，我也无愿意过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。是啊，妈，你哪能叫大风这么放弃希望啊？我是希望伊真正会当有重来的机会。自细汉妈妈也做生理，唔敢让你吃一点仔苦。啊，不过我今麦就继续听生理，让你错再错，你真正连回头机会都拢无，你知无？妈，我若真正认罪，我人生早就彻底结束的。妈，你别想过无？我若真正管你拢来，咱母子可能一世人拢无得见面的。毕竟是你做唔着代志，你本来就爱付出代价啊。你要面对现实，按这法通解决这一切问题，好不好？妈，你今晚到底是安怎？我今晚拼死拼死，我要找一条生路嘞！我甚至我无顾我家己的面子，我要找许来芳，我也借钱，叫我让李有志，还佮郑凯丽招待。我今晚想需要是人的安慰，还佮支持。叫你今晚叫我放弃，你叫我认错，啊，你叫我安怎接受啊？你连自家讲这话，我心肝来做轻松的。了解一款痛苦，就算讲我心肝来个安怎唔甘，为着要替你找最后一点仔希望，我心肝偌尔痛苦，我嘛是安尼苦劝你。妈，我死我都无可能认罪。你讲伊认罪，你就是要甲逼死。所以以后卖阁来讲认罪这件代志啊！大芳。你嘛卖怪大方啊，因为即卖面对的不那是新泽尔，为民为下大方，即个那是无摕到两千万，伊都要甲大方杀钱买块代志压压出来。这消息那是有警方知影，大方就是死刑，连活命的机会都无。敢讲吴延平，伊真正不是咧吓惊大风的尔，啊，不过，伊连只个大风害死，伊是连钱都揢无啊。吴延平讲，即卖郑凯丽已经决定要买这证据啊，所以即个，若是无法度提钱出来，甲吴延平嘴打开，大风就稳死。你即个是安怎？你钱赚袂出来，就叫你妈出来甲嫌。我妈去找你，这件代志我真正唔知呢。金大风啊，你莫甲我置气哦。小可你妈若查无出结果，你就莫怪我对你无情。真正是恢复过去副院长的班头哦。啊，不过王一鸣嘛不是过去的细汉尔，就算讲你是现任的局长，你嘛无法度用身份来压我。我敢有可能望是假掰？
看不出来你这么气势，所以我今天是来跟你讲条件的。只要你放过阮大方，我饭车车永远拢会记的。这份情，我绝对想办法还你。你俩真是色狼，饭车车这三字，会当给我得到什么好处？一张无价值的巴拉票，你也好意思叫我收？你把我当作叛人？我当用性命保证，这张票绝对让你领有。安尼好。唉，跟一个无钱无势的查某讲话吼，是浪费我的时间啦。真歹势吼，我对你的命无兴趣。领导，算你后生金大亨的命较刺激。上起码带你2000万，歹势我先来走。等下，你买的钱我给你，啊，不过你要保证，这2000万开起了，绝对袂当危害阮大王。你钱两早摕出来，啊，就无代志啊嘛，对不？恁母仔囝也听清楚哦，买就赶紧钱摕出来，我已经无耐性啊！卖甲比有干无顺的，死到你就知影，会赔了谁的命？妈，不要紧，我有代志，你要紧吗？我不要紧。干嘛？哎，啊，不要紧，我不要。小妈，你做种代志啊？你这阵我代志闹开，我甲为民变民，我都去认罪啊。你哪会当安尼想啊？我想要讲我的名，同归于尽，把这件代志彻底了结掉。妈，所以你不是你个哈呢？你是真正要个台死啊？我的妈妈是希望你当去认罪，我俩从哥。你若让我出来，你就当阁有重新的机会。啊，不过佩奇哥，万一我的命，啊，甲遐个消息袂予你有质疑，你绝对会去让判死刑。妈妈哪有可能目睭金看你去送死？所以，我就决定用我这条命甲伊赔。我绝对袂当予伊有机会，把这消息卖出去。阿你妈妈才当救你一命，嗯？妈，妈，你哪样来走？万一若是为我杀人，若是咧叫伟民伤害着，那我毋得艰苦一世人。我这样就不好了。
了了理想。我真是不应该。真过有认真做代志，我来跟你冤家。我俩准你不管我的死活。什么干嘛？你竟然为着我，去给吴为民拼生死？妈，我你讲，你以后千万千万唔通去做这种代志。你若是因为我的代志来受着伤害，那我感觉我恐怕死，我唔把你去冒这种险。金啊，你哪样想？我妈绝对无可能看你叫我破死型的。只要有会当救的人，妈妈绝对拢去救伊。只要会当保你的命，妈妈绝对拢会去救伊。妈，我无你讲去救人，我无你讲好糟蹋。你给妈妈是要安怎？是妈妈无路用，妈妈无法度通甲你斗相共，啥物是妈妈无好？妈，大龙啊！出现了，意思就真明显了。我即马假使我早来才来高高低，真正是根本就无像男主人大丈夫。唉，用我对伊咪的感情啊，实在放袂落，感觉真正要安尼放水了。快请。我是来找你啦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艾米啊，你若是无想要跟伊讲话，我来应付就好。不要紧啊，我会甲伊讲完。艾米，多谢你。其实咱讲真的，迄天你无出现了，代志都已经真明显了，就表示讲你无要插我。我实在不应该过来这，当面这来跟你高高低。这查甫囝，安尼做事也唔对，哎，敢做敢担当啊，还拿得起放得下，这道理我了解。但是我实在，艾米，我实在无法度，因为我一定要你亲自跟我讲。我实在做不希望讲。咱两个感情都安尼，我实在放袂落。其实你刚我有去，你有去？我哪拢无看到你啊？我去的时阵已经足暗啦，我想起当阵已经离开啊。是，拢是我唔对，我实在不应该安尼无迄个耐心。那你遐紧就离开，还是拢是忘唔掉？我应该继续等，等到天光。我应该对遐你，哎，我信心每次讲都不信任你。我知你一定来，歹势是嘞，拢是忘唔掉。啊，你来的意思是咪讲，不够希望？我去遐找伊，并无代表讲我接受你的感情。即摆意思讲你无要接受我的感情，无讲你要甲我讲，你要提出，
迄个分手，我嘛唔知道要跟你讲啥。我知道你是一个真好的人，我嘛无想要伤害你。也毋过咱两个中有伤侪问题啊。伤侪啥物问题？啥物问题？做你尽量讲，我拢会当去面对去解决啦。你讲无要紧。问题是我无法度去面对。我知你有我付出真侪感情，所以在今麦这个情形下，我嘛无希望你受到伤害。我咧看，咱两个暂时先卖见面一段时间，对咱两个拢好。你过去，你过去就讲，你要跟我找，你真讨厌我，你无法度接受我。你过去讲你，你真正无法度接受我的感情，你过去让我死心，安尼咪更加好，哈？我请你别安尼啦！我跟你讲，你有什么事你讲，我承受得起，我真的承受得起，你讲没关系 ，OK？ 哈，你自己讲，你若讲出来以后，奖金由我交给你，我绝对袂过来再高高点，安尼好无？艾米到底什么情？你跟讲，你到底对我是怎样？你别安尼，你可以讲出来，你可以讲出来，我死心好了。你别安尼折磨我，会使？你别折磨我，会使袂？黄先生。你若是真正介 Amy 哦，你就莫安尼苦苦相逼啦，我拜托你啊，回喘一下气好不好？哈 ，Amy， 我先让你走了。刚是讲红火星的代志，真正有遐痛苦吗？好啦，我已经有你做啥物，你做你讲啦。多谢你好意，我无代志啦。我只是感觉讲，我又搁对不起火星的感情啊。我感觉我对伊就歹势。你哪会安尼讲啦？感情的代志哦，本来就无法度勉强的啦。你若无做唔对，也无亏欠伊，是安怎啊？爱遐尼自责啦？你一点仔都无了解我的感觉。无唔对，我是无了解啊。我是无了解吼，红火星到底有啥物所在比别人较好，会用让你安尼放袂开这段感情啊？我唔对，火星确实唔是一个真好的对象，伊人生也无好看，伊的事业嘛真复杂，做人又搁粗鲁，啊讲一个话是安尼牛声马吼，做代志哦又搁粗脚笨手，非得若要讲伊缺点哦，三讲三面嘛讲袂完，就像像阮爸讲的。就算讲我问一百个人，百分之百，大家拢会讲伊好。那是安尼，你有啥物好为难的？因为人的感情无遐尼简单。火星，伊有别人看袂到的迄面，嘛是上好的一面。伊到底哦是有偌好？我足想要听看卖啊。其实认真讲起来，嘛毋是啥物我了不起的代志啊。敢若会用讲，伊对我的好甲别人无共款。虽然讲有当时弄巧成拙，有当时给我好气搁好笑，也毋过伊拢爱一直戆伫咧付出，真让我真感动。我即摆只要想到伊为我付出每一件小块代志，我拢感觉足温暖。我嘛会用对你做共款的付出啊。绝对袂比伊较少。
我知影你对我真好。也毋过感情的代志，毋是讲相当相轻相侪相少啊，这袂用用亲人来亲的嘛。虽然哦，听你安尼讲，我也真好咯。我心内面是有一点仔不是滋味啦，但是看会出来，听你的心内面哦，确实是真无共款啦。我确实感觉伊真无共款，唔知安怎，我若甲伊做伙的时阵，我总是感觉特别安心呢。就亲像天若放落来，伊拢会替我吐掉的共款。本来台湾哦，拢叫我女强人，啊，毋过拄到伊以后，我才发觉讲，其实我就想要找一个更加讨厌我个。歹势啦，如果在你面头前讲火情就好啊。不要紧啦，你一定会慢慢发现我会好。而且我也不相信我对你的关心跟付出会输你。只要你给我时间，你给我机会，我一定有法度证明我对你的感情。麦达，你放心，我不是哦要让你为难。我只是想要证明，我比红花情更加适合你，更加会用予你用。我知影你真好，也毋过我即摆真正我。我知啦，你即摆吼心内一定足乱的啦，头壳内面嘛真复杂，所以我无可能哦叫你即摆予我答案啦，我会耐心的等待。也毋过，哎，你无需要更加困扰啦。在这段等待的期间哦，你已经把我当作是一个普通朋友啊，一切啊顺其自然。多谢你。什么意思？你甲恁爸讨好，想要暗算我？我让你做，已经对你真客气啊！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妈去找你，你台里嘛是自私冲动啊！什么？金丹，我跟你讲吼，恁母阿囝若敢假笑，我正骨都交出去，三心你绝对用判死刑！你妈冲动啊！是的啊，我真正是哦。你要解释啊？我今天不是听你解释，你听清楚哦。我已跟郑凯丽接触过啊，你两千万唔管因退出，你手术三年证据，我都要卖给伊啊。你袂晓安怎？会用的袂用的，是我咧决定的哦。你即马安尼骗我无大，因为我手内真正无钱啊。无钱？无钱，我就当你自动弃权啊。哎，等。你讲我两天的时间，我想办法去装钱啊！大家拢认为我王一鸣真凶真傻，因拢误会我啦。其实哦，我做人上自卑啊。金董事长啊，你甲我讲，我给你偌济摆机会去装钱啊？千万我已经存好啊！那呢，咱就约茶艺馆，什么时间？好，我来准时到。金董事长啊，真歹势哦，我无时间等你装钱啊。既然这两千万正凯你出得起，我就把消息卖给伊啊。来，咱合作关系咧，咱的合作关系哦。我这个生意，你敢得性命？金董事长啊，会当认识你，真正是我的荣幸。
确实啦，我为你这赚袂少钱，所以我想踮这祝你一路好行。哦，对啦，莫讲我这个人哦，无带念过去。等你去找阎王报道的时阵，我一定替你念香，也搁有嫂啊，我嘛会替你好好照顾。啥？吴英明决定要把消息卖给郑凯丽？是啊，你看这郑凯丽已经有两千万存了吧？另外，要好要跟吴英明见面。这吴英明根本就是两边歹徒，一边威胁你，一边搁去钓郑凯丽。我看你就好完全放弃咱这边啊，因为准备要跟郑凯丽两千万，归个家了底啊。意思是要出卖你？先跟咱完全无法度提出任何的好处啊，好我命。我这个，你再艰难度啊！阿婆，咱不能安尼就放弃，一定有啥物办法，能够做到吴英明。是啊，我即马就要跟吴英明见面。免啦，你免怪啦。我是用钱买物件，我想应该唔敢对我安全这条。嗯，安尼哦，好啦，无你尽快。嗯，我即摆先入去，隔壁那个小人搁找理由来反悔。好，就先安尼，拜拜。钱嘞？会嘞？是的哦，这是高门独取的，先看钱再看货。银行本票，啊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嘛是真的。要不过，我嘛希望讲你的话嘛是真的。要若无，从今以后，咱的交易会变作是咱两个人纠纷。哎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手头这个货，绝对有这个价值。话也免讲，证据交出来。我嘛是想要交出来，啊，不过我这个证据，唔上手提，上嘴讲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讲，吴英明，你这啥物捣鬼？啊，即马考主出现啦，凯莉啊，啊，你就知影讲，我手头这个证据是不是值两千万啊？卖啰嗦。听讲，对吼、哦，我拄仔讲到都，哦，讲到迄个证据就是。文明，证明。你看卖讲会用个啊，金大亨啊，你着摕搁较侪钱来贴我个嘴啊。凯莉啊，这个对金大亨上不利的证据就是，这是啊。看好清楚。这拢是公共工程招标的资料，内面价值绝对超过五千万。只要你把嘴合起来，以后这内面工程拢给你包。罗明。我本来了解我，你是翘翘人，想要跟你再尼讲，安怎讲？这两个根本就是无退路的啦。对我伊讲，这物件要让你包，
这根本就是地位山水，看有山无无水啊！你放心，为着大风，我拼性命嘛，替你争取着这工程。弟妹子，弟弟离婚是不是还够是你？你该想清楚，无需要讲出来。凯莉讲了无唔对，巧巧人也是拼现金较实在。外面，你出去！你有啥铁子？门没敞开啊！进来不？有事？你有事？我的，无论如何，吴一鸣今日一定要把证据交出来。吴一鸣，警告！吴一鸣，警告！进来！吴一鸣，吴一鸣，警告！恁听上侪哦，我刚才讲一摆。进前金大方买收你的主场，退变更向党的监视报告，然后这底名你的主场，竟然用这件代志威胁金大方，然后咱这粗心大度的金大当处长，都面临一个细汉的叫阿伟的，制造假车祸，弄死你的主场，杀人灭口。所以咱这金大方身上判的，唔那是一条命，是两条，而且是太死警察的重大罪行。所以我相信法官也知影这件代志，三审的审判的时阵，法庭一定足努力的。所以你免再搞工啦，去创什么法官手机啊的录影资料，要拢无效啦，干那这条。就会当判金大王死刑。那即马阿伟人呢？即马阿伟以车祸过失杀人的罪咧坐监，啊，不过你请法官传去法庭，我相信伊在法庭上会原原本本把金大王的罪行落清出来。你真正是一个你会无情的杀人魔。南庄，我这个证据是不是足有价值的？啊？我的命，我跟你拼！金大方啊，你连摕2000万都无在掉，搁在拍啥？参像这款人哦，规个死死的啦！大家快活，社会嘛较平静。吴一鸣，你利用这件代志，应该爸爸开了20000万啊！你应该变个糟头无路，准备要最后两去出卖伊。若要讲大风杀人有罪，你连问嘛证据，利用这个证据威胁大风，你行为更加恶极，更加卑鄙。实在要怎讲啦？飞弟咯，人也不是我杀啊。啊！即嘛有人心甘情愿钱摕出来，我当然就欢欢喜喜收起来，然后跳出来揭发犯罪，做个好国民。啊！你有啥唔对？歹势哦，我先来走。我刘氏，这边有话了，下都好。刘同学，林北奇讲的无错，这是不义之财。我是为你好，卡要你提了结婚收啦。你啊，金大风你杀尽灭口，罪恶滔天，真紧你就要付出接受法律制裁代价。郑凯丽，我讲你做白白，这晚机票叫刘氏请伊，你给我转2000万我。这边白白，你若是无满意，你用伊写这回检举我。你。真正敢真笑诶！这笔账我就吐出来。去！别离，来走。刘志，我拜托你，带领你甲大方三十几年的交情，
你卖个你出差的代志讲出去好不好？真是的，我做袂到。杀井灭口的唯一死刑，刚刚你林金马就跟英宽烈老同学一戏。丁一万，坦白讲，我嘛真当真大方，我嘛不忍心看伊用法死。不过你咧求我真正，你应该承认，伊是要怎对这个蔡林嘴硬负责？因为我感觉伊个即摆也无任何忏悔改过意思。大方，你竟然有资格讲你已经知影忏悔啊？更冤枉你啊！大方，今仔只有你的老同学能救你一命。